好，开始了。那怎么样？开始？我要进去还是要出来？进。我要先进去。进。我要直接进去吗？不用敲门了。不用敲门了啊。开始。开始了。我是公主。你是公主。哎，那我是哦。公主还要旋转一下。华丽转身啊！哦，公主还要跳一下啊！哦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，公主。那我是王子。那，这是谁家？这是公主家。这是公主家。哦，哎，那第一课，来，第一个你要先学。你的家不可以随便让陌生人进来啊，对不对？你又不认识我这个王子啊，对不对？我要王子。大便。我知道你是王子啊，你要王子，但是这是你家，你不可以随便让人进来啊。我知道，但是我们现在重新来。王子要在外面，然后你要先问，请问你是谁，才可以开门让认识的人进来，好不好？来，我重新来。哎，这是第一课。王子跟公主来了。要先上锁啊。好。啊。王子要先按电铃。叮咚，谢谢。我是王子。那我敲门，你敲门一下。好，我要敲门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说我是王子，你要说哪一个王子啊？你要问呢，对不对？哪一个王子？请问你要说，请问是哪一个王子？请问是哪一个王子？哎，我是。克星来的王子，那我帮你开门。好，那因为你认识我，你才可以开门让我进来，对不对？对，好。王子跟公主来了。好。我是公主。然后你是公主。哎咻。好，然后呢？你邀请我来的啊，那你就说，欢迎来到我的家。欢迎来到我的家。哎，对对对，哦，那你还要旋转一下，不用了，第一次不用旋转，啊，还要旋转哦，好厉害哦，哇，你是，哇，是舞蹈，舞蹈天才，是不是跳舞公主对不对？好，哎，那你要说什么？是吧？啊，那你就说。你看我家有没有很整齐呀、啊？我看我家有没有很整齐？还有地毯啊。嗯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就是说还有进步的空间，就是还需要小小整理。你觉得哪边需要小小整理？这边，对不对？那是不是要先把它整理好？先把它 clean up 一下。好，我来，我们整理一下，这个要放哪边？在这里。哎，开始。开始。好，放着。哎呦，哎，公主，外面有人要进来。是我的妈妈。是你妈妈，这个就是。皇后，对不对？那你要帮她关门。哎，你好。哎，皇后你好。哎，皇后你好。那妈妈回来了，你要跟她说什么？好，那你要跟她介绍我啊。你要说妈妈，你要跟她讲，妈妈，这个是王子。这是我的朋友，你要跟他讲。
对，那你请人家来你们家做客，请问是要吃中餐吗？还是要吃晚餐？你妈妈很高兴。中餐。吃中餐，对不对？那你就说，王子请坐，我要不要吃中餐？还是要喝杯水？喝水，就说好一杯白开水，不好意思，谢谢。那你就倒一杯水，好一杯水，谢谢你。好，你就摆在旁边。好，那你吃中餐，这个午餐是要在这边吃，对不对？在这边吃。那你会做中餐吗？中餐 lunch， 你不会做中餐。那我们就要做中餐了、啊。那我会啦。会做中餐，好，中餐要吃什么？吃披萨。这个我们就先给妈妈吃。好不好吃？还有吃什么？高丽菜好。高丽菜吃了会长高。吃高丽菜会长高。嗯。cabbage。高丽菜英文叫 cabbage。哦。哇，这是你做的吗？你马上吃就马上长高了。哇，厉害！我看站起来了。哦，四岁长那么高哦，哦，厉害！这是你讲好大，真的！他长有多少？他，这是你妈妈嘞，你长得比你妈妈还高哎。你妈妈年纪还比你小。是啊，哦，好，你长高，好，那我们中餐 lunch 吃完了吗？吃完了。哇，这么快就吃完了？吃完，然后看电影。看电影哦，你家可以看电影。要把电视放这里，电影呢？要到我的床边去了。啊，你有小 baby 啊？公主，你有几个小 baby 啊？三个。四个。四个。你已经有四个小孩了。布幕拿去画了。我要下电影。好，那我们用这个当电影幕，好不好？这个也可以啊。那把小 baby 先放到旁边。那睡旁边好不好？他们想睡这里，那我们要看电影就先讲。
那放这边好不好？你要到枕头哦，那我们把枕头移开嘛。好啊，那电影放这边吗？这样可以吧？啊，看这个电影 movies， 对不对？啊，怎么了？哦，好，那我们坐后面看电影吗？来，我在这。好，这是你的遥控器啊。男生是来的呢、哦、你都看，你对这个电影很了解，对不对？嗯，哇，好好看啊、哦！这个是你介绍的电影，对不对？嗯，好、啊，然、嗯、后、啊哦哦、他们在拯救人啊、哦！哇、哦，对，我们看电影就会聊天，对不对？我知道助人。毛毛在救火，对，嗯，有。请问公主，请问一下，汪汪队有几只狗狗啊？六只啊？哪六只？名字叫什么？名字有叫什么？你刚才讲了一个毛毛。妈妈。哦，所以就是这几个六只。哦，嗯，你好厉害啊！当然都是我的。天天就有大气，天天有大气。天天有大气。天天有什么？天天有什么大？天天会飞呀、啊，也会救人、啊，也会救人，对。什么是什么颜色？形状是什么？大气是什么？大？不是啦。会什么东西？天天会什么？天天有大气，大气。我听不懂啊。大气。大气。你演一下，天天有什么？演一下，什么叫大气？天有什么？有。大姐，天天有下面有东西，下面。下面的东西有钩子、绳索，可以救人，还是直升机、飞机？不是啊，阿奇怎么了？好了啊，帮你弄好。哦，今天有大，哎，这个不可以这么这样稍微有一点倾斜才站得住。哎，好，看完了，还没看完啊，继续看。哦，演完了啊！我等你睡午觉。好，睡午觉，来。那你睡很少，我你
要睡哪里？你睡午觉，我就回家啦，我去吃中餐啦，好不好？吃过了。啊，我还有约，我跟其他人还有约见面，所以我还要去吃下午茶。不行哦。你先睡个午觉啊！你看你妈妈也睡午觉了，王后也不在睡午觉。怎么不要啦？像我，你刚才有约啊，我还要去，对不对？不要。我下午要上课，上班呢，还要上课上班呢，对不对？你吃中餐了没有？吃了。只吃稀饭。你们不是有吃稀饭吗？你还肚子饿？那我们先去吃中餐，好不好？啊，来，暂停游戏。哦。就是先玩到这里，先暂停，我们下次再继续玩。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啊，先这样了，好不好？好了。不要拜托。哦，先，宝贝要吃饭了，我们先玩到这里，好不好？好了，先玩这个。好，来，我们要先吃饭，真的。哎呀，来，你现在没有啊？好吧，吃个中餐，很快，好吧。等我一起玩了。好，已经有玩了，我有跟你讲啊。等我一起玩，他跟我一起玩。好，先休息一下。